我们现在时间是设定5点，它会送电通电10秒钟。那现在离5点还有1分钟，那我们先来量一下它的电压。电压225特。那等一下通电的话，这边的点两个接点会通。两点会通，然后这两只脚电压就会有220伏特，然后等一下这两点就会有225特，那这两点就会导通，这开关就会导通，然后这一颗就会叫，然后还有30秒，然后时间快到了，那我们。现在量这两只脚，看等一下这边的电过来有没有225特导通。还有10秒，会通电10秒钟。那测试完成，以后要转来自动通电，前者测试完成就这样。